听说现实中的我要来台湾了。真的假的？你听谁说的？可靠消息来源。早神马，早神马，欧海阿晴，花海马婷，你刚刚开头说的该不会是假消息吧？没有，我有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。你不要跟我说是托梦哦，这在台湾已经是一个过气的梗了。不要跟我说是托梦哦。我很认真啊，而且我们本来就是过气型有土国，所以我的消息来源就是在梦里跟我说的。你说托梦给你的那位该不会刚好还姓妈吧？没错，就是姓妈。他就叫妈祖妈，妈提，好，等一下，你是说在马田岛的那位妈，她已经进化到有托梦的能力了吗？其实我也不确定，反正就是做梦嘛。那希望你做的是预知梦咯。这一定会是预知梦啊，两三年后才实现的预知梦。你不要乌鸦嘴。没办法，今天已经是11月了，哎，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代表我们出来帮忙水影片已经过了8个月了。不是，虽然也是拉，但还有其他很重要的大日子。还有什么重要的日子？你看看月历啊，不觉得有哪一天特别显眼吗？你这样都看不出来，非常能代表我们的节日啊。观众有87%都猜出来了，你不要在那边装了。好啦好啦，我知道啦，光棍节麻糊就是要呛我吗？也就是现实中的我，现实中的你跟虚拟的我，跟你四根棒子刚刚好，一根也不少，怎样，你现在开心了吧？11月26号是我们创频道的日子，你是不是根本忘记这件事？对不起。你这个频道创过2年，自己都还不订阅，连创频道的日子都还只想着几根棒子的单身狗，太过分了。我对不起。所以这集的主题已经决定好了。来，等一下，这个情绪转折有点太快。主题就是光棍也可以放闪。结果前面骂我骂那么凶，最终还是回到光棍这个话题上嘛。而且谁想看光棍放闪啊？每次只要做合集类的影片，下面留言一堆都说想看浪漫粉红泡泡特辑啊。这片段不多吧？凑得出10分钟吗？当然不行。所以在大家被闪的这几分钟之内，你要想出下一个合集的主题。什么？太严苛了吧？你不是应该要疼我吗？人家说爱一个人就要呵护他。我们开始吧。听我说话啊，喂。我们今天这部影片周围都冒着粉红色的泡泡。最近呢，春天来到了，你知道春天什么花开吗？你的菊花。中。那黄仓都是谁在做的？每一个都不会做。这一个是基本的技能吧。黄仓是基本技能是不是？那个上一张奇怪恶心的那个特效是吗？加那个粉红色，那个也是基本吗？我们没有差很多啊，差几个月而已啊，那个 MV 才出来几个月。8个月吧，8个月没有很多啊。我之前有看过你说，就是外国的东西不会提供。两年，两年，我们8个月，走。1、2、3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啊！你看，这一看就知道马田要再补一次，马田。去香港拍片的时候，不是，是烤鸭店。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做的一定是用塑胶，我们做的直接是上香彩竹，我采给你，好不好？阿神亲自采竹，我在上面。不行，我要在上面，我喜欢待在上面。你在下面，你不行啊，在上面。我可以啊。马田叔叔有养过宠物吗？其实玩的蛮有趣。他在我哪里？没有太大压力，只是我想吃，孩子，应该你会看到他一整天没有在我这边啊。空跟达尔混合体啊，就是要摆那个动作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我知道，要不要一起合体？不要。OK， 好。来，下一题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
这样大家懂了吗？黑文都是从有心人士的手中撮合出来的。我是觉得他们还蛮会抓重点的。所以你下一个主题想出来了吗？拜托，我可是智商360度、身高120公斤、体重240公分、智商、才华、外貌兼具的天才。我在刚刚进开头的0.1秒就想到了。我倒希望你讲废话的秒数可以是你智商减掉身高再减掉体重。那不就是负的吗？是零啦，白痴。谁叫你都不好好说话，害我算错。没错，下一个主题就是马田悲剧的发音合集。我中文明明就很好。我是说现实中的那位啦。哦，好吧，他的中文确实不好。那就开始吧。你知道，其实我们已经拍了40部影片。对啊，很多人。你们找到有一部跟王昌没有关系的吗？跟什么？王昌。王昌。对。王昌。我们拍了40集。我的天，这其实让我困惑。我的国语还没变好。王昌。王昌。王昌是谁？不是，就是说王的东西啊。王。黄。黄。Yellow。哦，黄。哇。黄有什么分别？高级，高级什么？火腿，西班牙火腿，西班牙火腿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个实验是非常的科学，科学，博学，博学，科学。它的口味主要来自那个男女，你知道什么是男女？男女，它的口味来自男女，南东南西北的那个。东南西北，南乳，南乳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哎。男人的，啊？男乳是什么？妇乳叫什么？妇乳，对，妇乳。越来越奇怪，什么妇乳啊？就是用豆腐做的。豆腐乳，对，腐乳，它撒两层的话，可能怕它太甜。对，因为它不是平面的那种洋芋片，它是有那个菠萝，所以中间全部满满的，有雷的元素，电的元素，有音乐的元素，但之后那个字母系列的那个字母，英文字系列，哇，现在连香港人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、啊。我已经进入 Pokemon 的世界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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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什么音乐？一个团子的歌。什么团？防弹少年。不是防弹少年团。葡萄水。那个是装那个，就是叫葡萄。葡萄啦。葡萄啊。已经快两年的啦。葡萄。这个风铃有什么特别呢？你就说它厉害在哪？土的味道。土的味道。好，你知道找那个父母跟自己喂小孩的不同吗？会不一样。对，那个父母就是大概这样意思，自己母亲的话会这样。然后鸦片，就是这种不一样。哦，我听懂你在讲什么了。保姆，我刚刚听了哺乳母，为什么哺乳母是什么东西？是什么？因为可能有些妈妈可能没有母乳，你去找一个。可以拿，哎，我要来一个，我也需要，请两个，在这里剪影片，直接读肚子饿，够了。等一下，今天是光棍节，不能漏掉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。放闪都放完了，还有什么主题？也是我们频道的特色，非常契合这个节日。我们频道有什么特色可言吗？啊，我想到了，是购物打折吧？没错，真希望天天都是光棍节，这样我们频道说不定还能活久一点。没有啊，如果他打对折，我就会买双倍。我真的是会被你气到折寿哎。所以接下来的主题是，就来看看以前我被你买的东西气到暴怒的合集吧。夏天都快要过了，马田叔叔买了一台冰淇淋机回来，你有毛病吗？减价啊。减价吗？对啊，因为夏天快要过，所以减价吗？当然。那这台多少钱？应该蛮便宜的吧？哎，多少？3800。三零个头啊！我拿3800自己去买冰淇淋，我可以撑一整个暑假哎。该给你个嘉奖，我们终于没有乱花钱了。今天的成本大概只有10块钱。Rosie， 你买这个东西花多少钱？这是巧克力的名牌。你说这一盒花多少钱？600好像。
600块台币还港币？台币。还好，我们今天这一集目前还没有超过1000块，可以购买。要买几盒？三盒。三盒吗？嗯。确定。你不要乱按啦！30盒。好，好个头啊！马丁，你说你到底花了多少钱买这个东西？有写135而已，135块。只要买这个东西，不错。我没有想象过小朋友的玩具要卖320块。马丁买什么？320块？一个套圈圈要卖320块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、十个、十一个，1100块。但是我们的壁纸很漂亮啊，用好几年的。话说我们今年1月才做了一个经费总结算的主题，殊不知刚做完不久你就被困在马田岛了。所以今年的影片要怎么结算啊？我们几乎都是空中拍片或是靠魔法剪辑师小精灵靠干跟爱生出来的。爱不要算了。为什么？万一他们跑来跟我们算薪水怎么办？恩，对，没事，当我没说，剪辑师帮我剪掉。其实我们真的是环保型有土国的榜样。为什么？你看我们每周固定回收，而且还做分类，分类的类别也越来越多，分得快比垃圾场还细了。真的，看来频道不要叫搞神马了，改叫搞回收好了。好，今天这集 episode 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。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，别忘了留下大大的喜欢，也要记得去我们的非死不可和 IG 点个赞。我们下次再见啰，西游该失败。